妈，我饿了，快点走了。啊，有什么秘诀没有？教教我呗。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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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。今天呢，咱俩街上唱歌，一共赚了12块钱。那这样，这是你的，这是我的。为什么我赚10块，你才赚2块？因为我大方。因为我唱的比你好。对，唱的比我好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广场上唱歌呢。是吗？嗯。你第一次唱歌就能赚到钱，我觉得你绝对有这个当流浪歌手的一个天分。哎呀，也是我第一次坐在马路牙子上这么轻松跟你聊天。那你第一次坐马路牙子上就能如此的优雅，你这个气质跟马路牙子也很配啊。你嘴怎么那么甜啊？是不是陪你过了一晚上呢？啊，还有什么第一次啊？啊，第一次觉得你没那么讨厌。不仅仅是不讨厌啊。嗯。难道你就没有 get 到一点帅气、可爱、幽默什么之类的吗？没有吗？我 get 到了。啊。恶心。你 get 不到是你感觉有问题，跟我没关系。我感觉有什么问题？您就是感觉有问题。我真的感觉有问题吗？怎么这么认真？怎么了？其实今天下午也有人说过这句话。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，大家都觉得没问题，但是就我觉得不对。因为这个事情，我还跟我最好的朋友起了争执。原来你今天就是因为这事儿不开心啊？你觉得我是不是太自我了？我倒觉得你应该自我。那如果我错了呢？错就错了呗，但是坚持做自己这件事儿，什么时候都不晚。也对，对不对？有道理吧？你这不两天最老讲了啊？你看人家多乖。乖，他乖也怎么？妈妈，儿子，妈妈，儿子，一点不要玩的好不好？好，小韩生日快乐啊！谢谢谢谢阿姨，小韩妈妈辛苦你了，没有应该，让小朋友过一个这么美好的夜晚，有没有谢谢阿姨？谢谢阿姨，不客气。怎么，妈妈？大哥，要谢谢你，倡导的读书活动。怎么样玩的今天开心吗？飞起来，开心呀！是啊，不客气，应该的啊。这什么？哎，这你们家老大呀？哎呀，都这么大了，你看起来这么年轻，还不到50岁。哎，怎么保养的？没有。妈，我饿了，快点走了。啊，有什么秘诀没有？教教我呗。你信不信大哥有超能力？下次再聊啊。你妈5秒钟之后就过来打我。5、4、3、2、1，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走了走了走了。